咱即摆诗词诶吟唱吼，第一首啊，第一首诶是《风诗叹音》，咱手内若有即个单《风诗叹音》啊，伊是咱北台北境之一，北台八景之一，伊就是伫个石碣。石碣早期吼，伊诶地号名号做水灯卡，哦，石碣诶地号名号做水灯卡，所以吼。啊，这是阮老师李春莲吼、哦，老师哦，伊所添的诗句哦，请大家吼、哦、啊来欣赏，啊，请大家一点点掌声吼来欢迎吼、哦。啊，风诗叹音，李春莲作。山景啊，所以那已经不见，所以我们就从、他们唱的诗里面来，让我们、追想一下，那尖山晚渡 ，OK。江山晚渡，写心照，江山。Bye.
受，你不应该。第三首呢，回到我们闽南语。其实由我来介绍有点可惜，因为我的汉语说的不太好，就是闽南语说的不太好，跟这一半有点不太合了。但是呢，圆通寺的壁炉怪石，我们前一阵才去，大家记不记得圆通寺那边有个一线天？所谓一线天的话，就是那边的怪石区。那我们现在就让搬上壁炉怪石 ，OK。壁炉怪石。仰天迎走，看看夜火写诗信，一念怪走算天意，我熟悉的苏轼，然后这首《念奴娇》呢，大家都去上，非常非常有名，国中课本上我们都背过的，虽然现在已经背不太出来了，但是我们听我们诗词吟唱班吟唱的话，应该还是可以回忆起来。那现在我们就交给他们。七笔怀古，苏轼作，来家。谢谢我们的洪师们洪老师。